啥呀？酱肉吧。酱肉。啊，你想我开个菜。大家好，老张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就是昨天看了一个评论呀。嗯。大家说我是俺村的刘光蛋。刘光蛋。对，刘光蛋。说的我成天就是不干正事儿啊。成天。咋不干正事儿？陪着就是一群阿姨大叔们玩。我今儿给大家说说俺家是哪儿。俺家是搞种药材的啊。还有人说啊，就是叫我搁俺那儿的水泥路修修，还有搁俺那儿的桥修修。我觉得是。让你说了。对，有的事儿是我该干我就干，不是我的事儿我都是不是。该干不干，不该干干不干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弄那个的事儿，这不应该是我干的事儿啊。就是没事儿玩玩，回来就搁乡下玩玩，陪着我们喷喷聊聊，吃吃饭啊。聊聊天。都怪开心脱了。今儿老来。都回来了，周末干啥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不叫我看，我也不知道是啥。你要不要你看都要。今儿都回来了，就是对这个期间呀，就是这段时间和这个非常好，因为是我看了是人家是公布了，所以从家里那个药铺里边，拿回来了的药。啊。熬的哪个喝嘞？啊。消化药。啊，也是消化。代茶饮吧，煮煮。叫我们都喝点，因为这段时间嘛也比较严重这个事儿，咱都煮煮分分，叫喝喝啊，中中。哦，你认识这不认识？叫他真是样子，你看。喝吧，喝喝，喝喝都能从屋外发，喝吧，喝吧。我跟大家说说都啥啊？这是来什么一道人？啊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在那，不在那。金银花呀。在金银花。金银花不是金银花。金银花嘞。嗯，就是乐花。乐花。你不知道乐花？我给大家再说这是啥？这是面麻关中。面麻关中。面麻关中。嗯。面麻关中。嗯。这是。这是哪个？这是藏族啊。这是放放，这是茯苓，这是陈皮，这是白术啊，这是白术，然后还有连翘，连翘，还有这个生黄芪，薏苡就是咱平常喝那个薏米啊。再来，这是面麻关中。面麻关中，它就叫关中。嗯，这不知道是啥味儿，姜姜哪有姜啊？哎呀，那不知道是啥。没有，还有青菜的，没有那啥油，没有啊。那什么，赶紧。咋不及时？咋不及时呀？那赶快进来。好。穿一圈。搁那柴火搁油气里搁着，这就带弄老刺了。这没钱吧？水少不少？不少，这都好藿香了呀。藿香，嗯，生黄芪，本来是得泡泡，但是不用泡了。那这个泡是差不多啊，看你弄个泡了。两锅一锅呀？用砂锅煮最好了。砂锅。砂锅，那是砂锅。趁着这煮茶这块喽，叫豇豆弄上，俺奶奶。比较是一个利索的人啊，他等到不等到你说，他都个事儿干完了，这都是大家公认的啊，他比较利索。一弄来，他个豇豆已经煮好了，光筛就是制作了。这煮着茶了，咱看看这个豇豆是咋制作的，可以大家看一下。我这老想着俺家的无花果呀，你咋接？你给我咋接？然后你弄你弄，
这不掉溜了，该你铁饭还呛你去吧。我去接电视。哎呀，那是我哭了，不是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不中啊他。啊，君山。你给吃吧，看我看。这种该。你看红花果，底下搁那红色，啪啦染变红。可是。这好呗，这是姜豆的豆是吧？嗯，豆豆呢？黄豆也能装啊，吃啥豆都贵。这是这是熬的大粒水，这可老好吃。还盐倒里头，然后呢，浇一会儿。这还真些盐？那盐我的姜，我弄的姜豆，我姜豆嘞，我晒一晒，晒晒一尝尝可酸。他都搁后头不是吃饭呢，我弄姜豆后炸它。老酸炸出去那叫嘛，老酸不用吃，我弄的不用吃。这个是晒，也都是，捂的，我不捂，我这老是凉凉。啥姜豆？嗯，等煮熟啊，一凉凉的，趁我不凉着呢，凉干，凉干的等凉红了，淡红，我嫌脏，我再洗洗。洗洗再晾干，那这干净。这错了，这下里头熬点这大粒水。都啥呀？咦，花椒。大粒花椒，大茴。小茴。小茴。茴香。哎呀，就这几样儿，你熬。激活两家。那哪长不长的功，就这，妥了。好，放到太阳底儿是吧？啊。我都裂成要晒了。这姜豆全给晒了，这放到太阳下边已经晒了。这茶饮呢，一般都是最后放金银花的。它这脏脏的是籽儿吧？好，把毛线放了，脱了，干了。薏米不是薏米，来吧，大浪，好吧，来吧，咦，胖下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老天爷，哎呀，这好最好了，是吧？我喝完了，我也喝完了，给你们，人家这啥都懂吃，薏米。嗯，这日吃还好吃，好味儿可香哈。嗯，到他家过来，他家也盛啊。嗯，这个盛。走城东往家喝点。好吧，妥了。你加一口，我吐喝嘛。好，好。喝了停会再喝饭哈。嗯。这都啥东西啊？哦，那还不再熬一会儿？